如果你是前提之下你没有妞妞的这一颗大肚肚的话，都可以穿。然后它这一次啊，上面是做这种螺纹的，螺纹式的，然后扣子式的，就是这边都是弹力的，所以不用担心。然后呢，这边也空间都很大。好，然后再来，我刚讲了，因为我有颗肚肚，所以呢，其实都是可以穿的。后背呢，这次开了一个小小的洞给大家。我跟你说，其实这个裤子都是穿得下的，只是因为妞妞呢，现在有一颗圆肚肚卡在这边，所以感觉呢，可能这边看起来会比较合紧，但是是可以穿的，可以穿到大 M、大 M 号，快到 L 号都不是问题。主要是你不要有这一颗肚子，这颗肚子它就会这边会比较合一点点，但是其实它上面的布料这边都是非常非常的弹性的。好，我觉得配黑色很可爱，因为它两个颜色我觉得都很修身，然后我觉得你们可以选一个你们喜欢的颜色。我个人是很喜欢可可色，但是黑色买的很好，因为我刚刚讲它现在是棉麻的，所以很多人上班需求他想要穿比较正式，他会穿黑色。